近日，马思纯晒出楼梯间随拍，状态清爽健康。大家好，大波期娱乐界，欢迎大家订阅、点赞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。马思纯最近的状态是真好，从最新分享的美照中看得出来，马思纯是真的瘦了不少，而且她的状态也是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好。很喜欢马思纯的笑容，有亲和力，有治愈感。马思纯身上的气质也很独特，给人一种甘甜静静、清清爽爽的感觉。这张脸真的太适合拍戏了，欢迎在大波期娱乐界下方点赞留言，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呀，咱们下期再见。